看上了，这是环球网报道。他据英国《卫报》24日最新消息，一个目击者称，俄罗斯军队用直升机在俄南部城市沃罗涅日向外的 M4 高速公路上对瓦格纳军事车队开火。评论：闪电战打成持久战，持久战要打成保卫战。保卫战又打成了内战，凉凉就是世纪大小丑，我们就吃瓜吧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朋友们。